下面呢，我们今天啊，呃，读这一本《脚踏莲花步步生》。这里面呢，看有这么厚啊，这里的故事啊比较长，只说了三个故事，三篇。第一篇呢，就是盲眼老人欲知实质。我们还是啊、呃，先看图画，然后呢，再看原文。 这一本呢，也曾经印了一本小书啊，叫做《盲眼老人预知实质。我们看这个盲眼老人是怎样的一生。来看，先看故事，看看图画。一九二五年，台湾苗栗县的院里镇，随着哇的一声大哭，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上，拉开了这现实版“死神来了”的序幕啊。她来了，就是就死神来了，碰到她的人呢，都沾不上好运一样。 才刚一出生，他的父亲就莫名其妙的病倒了。女孩名叫赖秀妹，算命先生说啊，她是一个超级的扫把星，在家克父，出家克夫。于是三岁时就被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。说来奇怪，他父亲的病也就莫名其妙的好了。在家里，他父亲的三年都一直给给克住了，都是生病了。秀妹。 这个送给佟雅希了，然后呢，嫁人了。第一任丈夫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徒，为了偿还赌债呢，竟将一双亲生的女儿狠心的卖掉。你说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，这丈夫连女儿都能卖掉，那还能跟他过日子吗？所以秀妹啊，悲愤欲绝，一气之下毅然选择离婚。在那一年是二十五岁，秀妹带着儿子返回娘家。她有三个孩子了，两个女儿给卖了，还一个儿。 儿也不给她丈夫自己带回来了，但是却被认为是家门的不幸，就是离婚的女人呢、啊，一般是进不了这个呃家门呐、啊，这个祠堂啊，这个就是名分是没有了，所以呢，被父亲赶出了家门。秀妹的弟弟眼看着姐姐孤儿寡母流浪街头，心中时事不忍，便将小侄子接回自家抚养。 秀妹呢，则孤身一人前往基隆，替人洗衣做饭，勉强度日。还好她弟弟啊，他弟弟一生对对她很有帮助，就把她这个小男孩给养着。那么她二十五岁嘛，还年轻，自己出去呢，就是挣口饭吃。平静的日子呢，并未持续太久，死神的步伐正在悄悄靠近。三十岁的时候，秀妹认识了开出租车的第二任丈夫。 仅仅半年之夫之后，丈夫就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，留下了一个和前妻所生的八岁的女儿。你还真倒霉哈！这第二任丈夫到三十岁又死了，死了还留一个，留一个八岁，不是自己养的，是前生的，还他还带着。人家说算命说克夫，其实倒不是他，不一定是他克夫，就是说他这个命啊，就嫁就是嫁不到那种长命的丈夫，这丈夫就该那个时候死。 不是说这女人把他克死了，各有各的命。但是呢，表达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不是说他怎么就把你克死了呢？就你这命就这样，你就找了这样的老婆，这老婆的命就这样，就找这样的丈夫。个人个人的命碰到一块儿，哎呀，擦干眼泪呀、啊，秀妹越挫越勇是人生没有办法，也不叫越挫越勇，你不能不过日子啊。才才三十三三十岁，你不说拿绳上吊吧？还有几个小孩呢，所以啊，这就,就是。 勉强，外边风雨再大，也要撑着雨伞，哪怕带着斗笠，冲锋冒雨出去了。带着妓女前往矿场谋生。三十五岁的时候，秀妹认识了第三任丈夫，这是一位矿工，两人感情很好，一家人喜乐融融啊，好像还不错啊。终于，呃，这个能够得到一点安慰哈、啊。正当秀妹。 在憧憬着未来幸福的生活时，死神却再次挥下了手中的镰刀。随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整个矿坑被夷为平地，发生了矿难，矿工呢也意外身亡了。好，又留下了一个前妻所生的五岁的女儿。这总是别人生下来给他养，丈夫捞不着，只能捞着一个小孩儿，这个要要带着养。前面八岁，这个五岁，这。 哎呀，很不容易。三十五岁带着两个小小孩儿，挥泪告别过往。秀妹带着一双继女，再次就是过继过来的哈，踏上了艰辛的旅程。每天呢，还是替人。她能做什么呢？洗衣做饭。从小做童养媳的，也没有教育，没文化，只能干这最最粗的活尝尽了人间冷暖。四十三岁的时候啊。 这也过了三十五岁，也过了八年了啊，到四十三岁，秀妹呢，经人介绍嫁给了第四任丈夫。这词儿说起来就够够够辛苦的。你看这女人能够，哎呀，离婚呐、啊，嫁人呐、啊，嫁一个死一个，嫁一个死一个，嫁一个又死一个，这到第四任了。这是一位常年在外跑船的大夫，这个大夫啊，非常的体贴温馨。 经常从世界各地给秀妹带回漂亮的新衣服，因为她跑船呐、啊，跑海船，世界各地买，想到家里啊，呃，这个夫人，所以到哪去看见好衣服呢，就买几件回来。哎呀，这秀妹觉得，呀，这真是啊，感到很温馨啊，有人关爱她，而且还在市区呢给她买了房，这样让秀妹啊享受了难得的十七年的宁静生活。 这个大夫啊，在外面跑船跑了十七年了，大概他们年龄也差不多相仿，所以秀妹，大家以为这日子可以好好过了吧？当你认为死神已经悄悄溜走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只是潜伏在了更深的黑夜之中，静静等待猎物的出现。六十岁的时候，大夫退休回家，与秀妹团聚。 所以你说克夫啊，你你说不相信吧？这个事实还一件接一件只要大夫不回家，还没问题。这回家团聚了吧？仅仅半年之后，就突发猛暴性肝炎，猝然离世。所以好日子没法过。这一次呢，秀妹彻底的哭干了泪水，也哭瞎了双眼，陷入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悲痛之中，整天自怨自艾。 无法自拔，想到自己的命运啊，怎么这么苦啊？啊，我们还是看,看故事。女儿搬回家照料了一段时间，但最后实在是受不了秀妹的抱怨，再次回到了婆家。每天呢，也只是打电话来问安，并定时来送餐。你看这小女儿孩子拖着一个箱子就出去了。哎，莫大于心死。 秀妹一个人在家，目不能视，心无所托，每天靠双手摸索起居饮食，稀里糊涂的过日子，没人照应啊！照应来，女儿搬来照应，她天天那个怨叹，一般人谁受得了？啊？年轻人，所以没办法，是、啊、吧？放到咱们也受不了，也就是给她送饭，给她打电话问候。那么她自己只有摸索，打电话呀，吃饭啊，穿衣啊。这这个秀妹，这个。 他是个挺聪明的人。一九九八年啊，秀妹已经七十三岁了。她的侄女，也就是弟弟的女儿，也就是这个作者哈、啊，这作者要进秀，现在皈依了，送给她一台念佛机，劝她没事呢就听佛号念佛，心里不要胡思乱想。秀妹从此心呢，已经渐渐安定下来。也到七十三岁，这个最后人丈夫死了也十三年了。那这时候呢？ 就有点缘分接触到佛教了，哎，就开始心里就有一句没一句念佛。二零零六年，秀妹的弟弟去世了。对于当年收养了自己儿子的弟弟，秀妹始终啊心存感激。八十一岁的秀妹前去吊唁，再次哭得死去活来，还用头直撞棺木。 一边撞一边说：“你人这么好，怎么先死了？我这么歹命，应该我先死才对呀、啊！因为他这个弟弟非常照顾他嘛，他走了他就很悲伤。啊，我很歹命啊，我的命这么好，我活着干啥呢？都受罪，我应该先死算了。你命那么那么好人，你怎么能先走呢？所以也想不通。然后呢，侄女对他说啊：‘啊，我爸爸可不是死了，我爸爸他是去极乐世界享福了呢。’ 说姑妈，你要是要想他的话呢，你就要念佛，到时候呢，阿弥陀佛啊，也接你，到时候你跟我爸你就永远在一起了。因为他这一辈子啊，父母都不要他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弟弟很喜欢他，他两个感情很好。他就想，哎呀，我弟弟在极乐世界，到那到时候一道去，他一听挺,挺好。秀妹一听啊，很高兴，好，那我呢一定要去极乐世界跟你爸在一起啊，这是他唯一的愿望。 理想目标就是极乐世界怎么好啊，解脱生死轮回啊他没这概念。这侄女呢，还把她爸爸生前用过的念佛机和念珠送给姑妈，留作纪念。那我想，这对他呢有莫大的安慰。你拿到念珠啊，就想到他呃亲爱的弟弟；听着念佛机呢，也能想到他呃对他有有恩爱的这个弟弟，所以对他是个加持。 从此，秀妹啊，每日行住坐卧都跟着念佛机虔诚念佛，不分昼夜。因为她也出不了门，在家里黑乎乎的，哎，她也认不是这个最疼爱的就是一个弟弟，弟弟已经走了，在哪里？在她，在她心目当中，弟弟就在念佛机里边，所以她就看也看不着，这整整天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吧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到这样练了三年，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份，秀妹啊又开始疯疯癫,癫癫了。这次疯疯癫不一样啊，疯大了呢。她打电话给侄女说什么呢？说阿木多来看我了，你很快接我回家了呢。而且这是其一，第二个呢，他平时在家都只穿袜子的，因为他有糖尿病，年纪又大，穿鞋在家里也没什么用，走不了路就穿袜子。这次呢，他请人买一双。 绣花布鞋，买好袜子、好鞋子穿上，还让人把他最喜欢的衣服啊放在枕头，说免得他走的时候找不着，好像闹得像真的一样。俺、啊、们都要接我了，接我了，走的时候我都穿漂亮一点，啊，袜子给我换双新的，给我买双好的这个绣花布鞋。他也看不见啊，我但你给我买着，衣服给我找出来放到床边上，走的时候好穿上，还搞得像真的一样哈、啊。 更让家人不能理解的是啊，他还开始交代自己的后事一样一件安排，说房子给谁给谁啊，钱呢给谁给谁，一件件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并且嘱咐呢要把他的骨灰和弟弟放在一起，说我死了，我,我骨灰啊，因为他弟弟是跟他最亲的。在得知他的孙子就是他弟弟的儿子的儿子，那孙子十二月要举办婚礼，这1十一月份的事。 说弟弟的儿子，就他孙子、啊，他的孙子十二月底举办婚礼。你他说什么呢、啊？那我来不及了呢，我赶不上了。阿弥陀接我走了。你看那时间讲的特准。十二月八日，秀梅一个人静悄悄的，就十二月八号啊，离开了这个世间。不过呢，这一次。 迎接他的不再是挥舞着镰刀的死神，而是手持莲花的极乐世界亲近大海中菩萨。那么，何以得知呢？这天早晨，他的女儿啊去给他送饭，送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了，急忙通知老人的侄女速速赶来。因为他侄女念佛的，侄女来了以后推门一看，眼前的情景让他不禁感动而泣。 早已经双眼失明的老人，不知何时将自己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头发呢是梳的很整齐，身上穿着那件他叫人家把那个最漂亮的衣服放在枕头边的嘛，穿好了漂亮的衣服，手里呢拿着侄女送给他的念珠，也就他弟弟的那串念珠，啊、呃，紧靠胸前，脚上穿着新袜子和绣花布鞋，面容安详，躺在床上，就这样静悄悄的。 哎、啊、呀，就是随着阿弥陀佛。你看一个人走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看，你们现在在这里哈，好像那个活蹦乱跳的。你你自己你能安排一下吗？说我今天出去见客人了，我要梳妆打扮一下。你说临死时候你能有本事给自己梳妆打扮那么好好的？别吹大牛。哎，个个都是都是不哭爹叫娘、啊，不在那扒管子抽泣，不搞心脏起搏，就算你是有福报的了。 所以说，死的时候能是这样叫善终？哎呀，苏苏打扮，弄弄走，这儿不知道净土有这两下子吗？显然已经随佛往生的多时。这个故事呢是比较长的，一漫画呀、啊、还不能完整的显现。那现在我就把完整的故事啊再跟大家呢，嗯、呃，读诵一遍。这个玉盲人老人玉制实质啊，这篇故事其实是经过我整理的。 所以我对他记忆犹新，就是台湾那边就是叫进秀居士，他写了一个草稿，我一看呢，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呢，呃，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有价值，然后我就跟他来了，但是他写的比较粗糙一些啊，我就跟他来来回回的反复沟通，问问明他的情况，哪还拿去，我就细节问得很清楚，然后也也帮他呢做一个修润，所以形成这篇稿。 那我是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下面我就边跟大家读一读啊，你们就，嗯、呃，好好听，听了以后大家各个都有份儿。听完之后啊，你就会很羡慕他，羡慕他向他学习啊。当然不要学双目失明，更不要学，哈哈，那就不说了哈、啊。学念佛，别人学不来的，别的什么命运你学不来，但念佛都可以共同学的。别的他是他的命，你是你的命。你看人长得漂亮，你想学学不来。 这是一则长读常新、百读不厌的往生实例。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共同学习啊，所以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又读了两遍，充分感受到长读常新、百读不厌。怎么再读，你都都愿意读。何时读来，皆令人振奋，给人发喜，给人安慰。 不管什么时候读啊，都有这个效果。侯秋东教授荐读之后，是台湾那位教授，这位教授啊也挺有名，在佛教界、在中医界都蛮有名的。他特别为文推荐。那我们一般人嘛，说老太太见念佛，而且是大教授哈、啊，挺有名。他呀也非常感动，写文章推荐，并且呢单册出版了一千本，与广大莲友结缘。希望在这末法时代。 多拯救一些苦难众生往生西方净土，一起脱离生死轮回。可见，只要有心，净土的莲香虽人可嗅，得救的法喜万人尽同。你没有心啊，那就没法说了。那你只要有心啊，有心于解脱，有心于生死大事，那么像这个老人。 在他的往生事例当中呢，就飘洒出净土的莲花的香味儿，那我们都能闻得到。就是说，从这个他的故事当中啊，我们能感受到往生的法喜啊，念佛的喜乐。本书的主人公盲眼老人，便是这样一朵开在浊世的净土妙莲花，而绽放弥陀救度的奇异妙香。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一朵妙莲花，同时也成为这样一朵妙莲花，就是我们念佛人呢、啊，称为妙上好人，呃，分陀利花，就是妙相结的妙莲花。现讲这一则往生的事例，附上净宗法师的暗语以及侯秋东教授的读后感，单印成册，普遍流通。这是一个前言，下面就是故事的。 原文：我八十三岁的盲眼老姑妈，一生坎坷困顿，临终时竟然梳妆打扮，穿戴的整整齐齐、体体面面，与娑婆极尽的冬夜，无人知晓中，手持念珠，身无病苦，安详稳定的随佛往生，终得永脱悲苦，常享安乐。 你看他往生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哈，是在娑婆世界极尽的冬夜，冬天啊本来就是，呃秋收冬藏，这个万木凋零，肃肃寒冬啊，就是让人收缩的，就是一种很孤寂、很清冷。他又找了一个晚上，而且呢没人知道，所以他这个往生呢不是那么轰动啊，很热闹。他选的时间点。 季节，还、哎、有这个日子、时间都很晚，而且没人知道。虽然没人知道，但是他走得很壮观。他手持念珠，啊、嗯，身无病苦。诚然，闻其悲苦的一生，皆系西域而叹惋；见其书生往生，无不感动而欢欣。这首先把他的人生啊，这个底案给揭出来。 就是他一生很悲苦，最后走的很好。就像我们吃甘蔗，吃到最后一节非常甜，那么这就非常甜。像吃花生米，前面吃的壳壳的香，最后吃一个没变的花生米，这你阿佩，对不对？人生啊，就是你前面再风采再这么漂亮，最后的一招，然后是一个坏花生米，那你不是阿佩了吗？<laughs> 所以他最后呢，人生他一,一辈子悲苦，最后哎呀走的好，所以大家都很感动，就为他鼓掌。这人生啊，笑到最后。 你现在苦点没关系，不要你现在这个风光着呢，到最后阿配、啊，最后一花生米可不能坏。这是小标题啊，都是我加的啊、呃。总共分成三个标题，一个是悲苦的一生，先把他一生啊做个小传传记一样说出来。第二是生命的转机，然后呢是书生的马生。我们看他怎么悲苦一生啊？民国十四年。 也就是一九二五年，姑妈赖秀妹生于苗栗县院里镇，是我父亲的大姐。我们因为读过了，知道她的父亲啊，就是这个赖秀妹的弟弟。她一出生，我阿公就他爷爷就生病，治不好，家人就带他去算命，因为生下来以后这。 这肯定是力气很灵很灵的，一生下来就是按说都报喜嘛，有小孩子了。结果呢，他的父亲啊就病倒了。那么什么原因呢？就多了你这么一个，肯定是他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就把他抱着找这个算命先生算，是不是？命理是说呢，这个小孩啊命中带有绞刀瓶，铁扫帚，哇，这扫帚扫帚星不是一般的扫帚，铁扫帚，这扫帚厉害了，在家克父。 出嫁克夫，一般的封建时代啊，妇女的地位比较低，就是在家呢从父，出嫁呢要从夫。结果她命硬，她在家就克，出嫁也要克。你命硬的人呐、啊，命硬那就是命硬就就就就就是这这这这个命不好啊，命硬就。 就模拟，为求取平安，必须将家中的铁扫帚有他姑妈要摒出家门。这是谁？天下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呢？但是呢，他弄得一家不不安宁啊，所以要把他送出去。可怜的姑妈啊，命中注定的艰苦困厄。 飘荡的一生，他这一生啊，可用这六个字来形容：艰苦、困厄、飘荡，啊、呃，总是不能安定，仿佛是量身定做的剧本，随即揭开了序幕。不是仿佛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的剧本。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你们都是量身定做的剧本，本人也是量身定做的。你为什么生到哪一家？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身体？ 你为什么嫁给谁或者娶了谁？你生了谁什么孩子？你一生啊赚多少钱？做什么职业？这都是命中前定，这剧本演好的。谁是导演呢？你自己是导演。谁是演员呢？你自己是演员。啊、呃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命定的啊，命中注定的，量身定做的剧本揭开了序幕。每个人一呱呱落地开始演戏了啊、呃，这就开始了。三岁。 姑妈被家人送给别人当童养媳。说也奇怪，我阿公的病从此就好了。你看，这这这不说明问题吗？十八岁嫁给第一任丈夫，但丈夫呢沉溺于赌博，不是生产。二十五岁，一双年幼的女儿被嗜好赌博的丈夫卖掉还赌债。 所以这个丈夫看来是游手好闲，呃，品行不端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卖掉了。姑妈得知后勃然大怒，毅然与丈夫离与丈夫离婚，带着唯一的儿子返回娘家。看来她这个丈夫卖的时候啊，也怕她这个外兄妹，所以偷偷卖的。那在过去呢，都是男人说话算数。 不要征求女人的意见，所以等她知道的时候，女儿已经卖掉了。那她不就不生不生气吗？很怒，所以勃然大怒。说明这个从这个例子也知道呢，赖兄妹很有爱心，也很仗义，也很果很果断，啊、呃，果断。所以呢，毅然与丈夫离婚。她带着唯一的儿子返回娘家，但当时民风保守，我阿公觉得女儿离异是家门不幸。 好，嫁出去了，你怎么离婚了？离婚了回来，这这这是不是光彩的？这对家门是不幸的，所以呢，不让他回来。又将姑妈呢赶出了家门。她回来了，啊，回来先回来住吧。一住来听说啊离婚了，马上赶出去了。不知道她这个离婚啊是情有可原的，是很正义的哈、啊。我们说这个这个丈夫这样子，你怎么能够在一块过呢？我父亲。 怜悯大姐的遭遇，主动将她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表哥，接济至家中抚养。姑妈孑然一身，前往基隆，为人煮饭洗衣，糊口度日。才二五岁，还好有他的弟弟啊，帮他一把。 不然说二十五岁带个五岁带个那几岁小孩这这怎么过日子呢？儿子可能最小的，那你看他卖女儿，他没卖儿子，因为儿子是重男轻女，女的就卖掉了，儿子留着。那儿子他他一气啊，儿子也不给你带回来了，回来了这不好养，后来交给他弟弟带着，他自己出去打工。三十岁呢，嫁给开出租车的第二任丈夫，时仅半年，丈夫即车祸身亡。 留下一个前妻所生的八岁的女儿，也就是他的表姐，啊，不过呢，呃，倒不如跟这个赖秀妹生的是他前妻的姑妈离开伤心之地，带着年幼的大表姐前往瑞芳煤矿区谋生。三十五岁嫁给第三人丈夫，这是一个矿工，对姑妈感情很好，二人同居近两年以后，经人怂恿。 为什么要精人怂恿呢？他就不敢结婚，一结婚呢，就是克夫，就怕给人家弄死了。所以人家说，你看你们在一起你大概是这样，人在一块都住两年了，感情也很好，也很年轻，这个大概也就是、就就,就现在讲试婚期吧。你也过了，看很平安的，过两年没啥事儿，结婚吧。就精人怂恿呢，正式结婚，丈夫携着前妻所生的一个五岁的女儿，就是这个。 进修的表妹，四人一家。怎么叫四人一家呢？一个八岁把我带来的，前妻，第二任丈夫呢带来的，一个五岁是这个丈夫的。然后呢，啊，他一个再加上矿工，夫妻和顺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矿坑发生爆炸，矿工不幸丧生。似乎上苍有意捉弄他的命运。 姑妈失去了第三任丈夫，你看到三十五岁就已经失去了三任丈夫，这这个年轻啊啊，这是非常非常人生很苦，又孤寂哀伤的，带着两个女儿继续为人煮衣洗煮饭洗衣养家糊口。我们现在说生活不容易，我们各位想想她，我们大家都笑的牙都掉了，再苦比她的强多了吧。 像她这么苦的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父母也不要她，这个你连家都没有，根都没有，孩子也养不活，自己两个女儿被别人卖掉。说你再看你，你想一想，一个人这样的过，真的是很苦好，四十三岁啊，嫁给第四任丈夫，这是一位呢商务船的大夫，因为常年跑海外跑船，介绍的人鼓励说啊，嫁给这样的人比较好。 反正呢，他跑船一年半载不会回家，跑海船嘛，总是长期啊在外，看不到人，比较不会相冲，所以把命硬啊克啊，哎，反正他也不在家，常年在外边，你就有名分，这个也冲也冲不着。他、哎、一想也有道理，妈妈也姑妈呢也觉得有理，况且自己独自抚养小孩，生活无依无靠，哀伤的人生啊，亦需要有人扶持，所以呢。 他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估计在这个一段时间当中介绍的人不少，但他都不敢答应。答应了也怕自己你你不我不嫁还好，嫁了一个死一个，嫁一个死一个，他的伤心啊。这个是结婚离婚啊，这个嫁人又死，这个成本很大的，心里边是非常难过呀。所以他也不敢答应别人。现在觉得这个大夫，反正跑船好吧，反正这个也上了中年呐、啊，小孩也拖累啊，也需要人作伴呐，哈。 婚后啊，大夫呢体贴温和的善待姑妈，从世界各地购买漂亮的衣服送给她，并且在台北县永和区市区买了一栋房屋，让姑妈首次有了落叶安住的感觉。他一生都在飘荡，三岁都送出去啊，所以他的故事我都记得很清楚。三岁送出去，生下来是脚刀平铁扫帚，老父亲就干倒了啊，然后三岁送出去，十八岁嫁人。 二十五岁呢，一对女儿给卖掉，呃，自己就离婚，回到家里父母不认，又赶出家门。那么带一个儿子呢，给他弟弟养，然后又出去飘荡。三十岁嫁给第二任丈夫，是出租车司机，不到半年车祸死亡。然后三十五岁又嫁第三任丈夫吧，同居两年之后嫁给他，结果呢，正式结婚半年，夸嚓，矿难他又死掉。 第二任丈夫带了一个八岁的女儿，第三任丈夫带了一个前妻的五岁女儿，这这人生就这样，一直到四十三岁了。这有了一个大夫啊，他感觉好像人生稍微有点安慰哈，落叶安住。因为悲伤流泪过度导致视力退化的双眼，此时有了缓和的机缘。他总是在以泪洗面过日子。 人边洗衣服边流眼泪，家没有家，父母没有父母，有父母等于没有父母，所以没人照应啊！这样的过日子啊，这个眼啊，哎，这个、时候生呃环境好了一点呢，眼睛也稍微要好一点。同年结婚不久，在被家人离弃四十年后，因为他四三岁离异的嘛，啊、送走的四十三岁，姑妈得知母亲病逝，病逝，连忙返家奔丧。 看来他的母亲病逝啊，没人通知他，是他自己辗转听到的。听到哦，我、哎、妈妈死了啊，毕竟是自己的父母呀，自己的母亲啊，所以他赶紧返家奔丧。结果呢，却以民间礼俗认为没有资格再踏入家门，被阻挡于门外。所以民间的很多一些礼俗啊，毫无道理。一切的礼俗如果不从爱心出发，通通都要破除。他怎么讲呢？你看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嫁了四任丈夫。 你再回家，我怎么认你啊？到底算哪一任呢、啊？就是说门风不,不,不好，所以认为这个李叔啊说他没有资格。四岁没有资格、啊，是因为他四次婚姻有四任丈夫被阻挡于门外，这样他只能是遥望送终，给他母亲也送不了，只能在别人，你看别人都可以进去。我想他这个母亲走了，肯定有亲戚啊，那个邻居啊去吊唁的，人家都进去了，他一个亲生女儿进不去。 在远远的地方看着，这心里边，你们想一想，难过不难过啊？而且他这个看着，不仅人家就他不仅仅是被轻视、被贬弃，说他没有资格啊，他这个都是只能戳他的伤疤。他这一生啊，那那怎么办？怎么过呢？啊，被这个强大的民族啊刺，深深的刺痛，心悲凄切，大声痛哭啊！ 不仅他妈死了，这样等他也等他阿公，他父亲死了他一样七十岁的时候，你看他人都活到七十岁了，都也算是老人了呀。我阿公因病过世，姑妈亦返家奔丧，都七十岁老人了，返家奔丧仍然不能踏进家门拜祭，亲生父母不能送终，无法善尽为人子女的孝道，是姑妈此生最大的遗憾。所以可以讲，他是一个一生呢被父母。 被家族、被民俗所彻底遗弃、取消资格的人，在这世间啊，地位卑贱到极点，没有资格进家门都没有资格。被丈夫遗弃，被父母遗弃，被家族、被,族被民俗、被所有这一切社会，就是给你边缘化的，你没有喘气儿的地方。那么我们话说回来，从四十三岁结婚到六十岁。 安顺的婚姻生活持续了十七年，这是大医生啊来讲，可能是呃最好的这一段时光了。却在大夫退休反弹半年之后，大夫不退休在这儿跑，说不会犯冲。这回休回家之后半年天在一块天天犯冲，这半年这大夫，呃这这老命就搞没有了。 突发猛爆性肝炎，骤然去世，短暂的幸福也就画下了句点。六十一岁，在失去了第四任丈夫之后，姑妈自怨自艾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哭瞎了双眼。六十一岁那年，双眼失明。那尔她丈夫，一想到这十七年，丈夫对她不错。 又想到自己这一辈子这么辛苦，啊，嫁四人丈夫，生五这个养五个小孩儿，死掉这个一个是赌徒，啊，死掉三个。你想我怎么命这么苦呢？所以一般人遇到这个，又没有佛法来安慰你。你说一想一想哈，放到我们哪个人身上，都感觉这是很很很苦的，啊，要嫁没嫁，要要丈夫没丈夫，要孩子没孩子。 哪里有那两二女儿就给卖掉了，找也找不来了，养也养不活。哎呀，想啊，就就是以泪洗面，哭瞎双眼。因为从小就不一样，他自己肯定知道啊。说你这扫把星，铁扫帚，剪刀平。他一想，我真是这样，我真好命苦，陷入了暗无天日、不知何年何月的哀伤中，无法自拔。 这个人生啊，确实，他这个人生够苦的了。那么还好，他的弟弟啊很爱护他。经我父亲提议，就是他的弟弟，让住在附近已经出嫁的表妹啊，这一年呢应该是他表妹三十一岁了。说啊，那你就吧，在附近嘛，那出嫁了，那你搬到家里面回来吧，呃，照顾陪伴你的母亲啊。但医生接连而来的不幸，使姑妈深陷。 悲伤的氛围当中，加之呢年事已高，双眼又瞎，常年罹患风湿性关节炎，因为他总是帮别人打杂呀、啊、洗衣服啊，他干这活都粗活啊，哪照顾到自己啊。所以呢，常年患这个风湿性关节炎，又有糖尿病，病痛缠身，姑妈整日是自怜自艾、自怜自叹、哀怨不满。 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你们啊，跟着儿子就就讲这些，天天就是在那一哭一苦，没有一苦思甜，天天一哭一苦都讲这些。表妹受不了，就她他女儿也受不了啊！你怎么受不了呢？年轻人天天遇到人家，好像你犯罪，让他也犯罪一样。你看，就是这这没办法，没没办法受，因为毕竟不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呢，闻声救苦啊，我们闻到别人的苦恼声音，我们赶紧要逃跑。 所以大家发菩提心啊是不容易的。你发菩提心，你发试试，你不要发，你就是发菩提心，听别人说牢骚话，不要你干别的。你只要你发心听别人说牢骚话就行。你看，就是他妈他也听不了，因为这个怨气啊、哀叹啊、负面的情绪啊，它会感染力。我们心里面也没有那么大能量，你又不是观音菩萨，你是那不是真菩萨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。我自己还有一大堆牢骚呢，我找不到人发的。你天天跟我倒垃圾、倒垃垃圾这些东西。 所以她受不了，可见这个赖秀妹她的烦恼也比较重啊，一直把她的亲生女儿也给干出去了，只好搬出去，搬出去怎么办呢？这一个人一个人实在受不了，搞了个换班的，改由表姐及表妹轮流照料。哎呀，咱两个人这两个女儿嘛，因为她一辈子是五个孩子，两个从小两个亲生女儿给卖掉了，这两个呢，表姐是第二任丈夫带来的，八岁的时候。 这个表妹呢是第三任丈夫带来的，五岁的时候，那这两个就轮流照料，说你照料一天，我照料一天，咱们都听一听，平均一下还好过一点。每天早上上班之前送来当日分量的餐点，餐点就放在这个电电锅当中，大概电饭煲之类的啊，放里面热着。姑妈呢也不知道白天黑夜，她饿了就吃。 还没有不知道看表也看不懂啊，没办法，饿了就吃吧，反、哎、正他也不敢点儿来，眼睛瞎的嘛。就是一个是送饭，再一个呢就打电话问安、哎。有时候人没有来啊，打个电话，只要有人接电话，他就摸摸索索，嘟嗦接的，哦，还在，还活着呢。我父亲呢也每日打电话问候，姑妈靠双手摸索，自己打理起自己的生活起居，自己洗衣服，打电话。 如此一来，倒也相安无事，啊，就日子就这么过吧。这就是悲苦的一生。下面呢，生命的转机，生命转机没有念佛都没有转机，现在转机了，就念佛机给他转了。一九九八年，姑妈七十多岁，应该是七十四岁，我前往探视的时候，就劝导姑妈，我就是呃这个进修哈，啊、呃，他已经信佛了。 怎么劝导呢？说啊，你心呐想开些，不要对女儿叨念不休，人家也有家庭要照顾的。因为这时候他女儿也四十多岁、五十多岁了，嗯，你就不要天天跟他讲这些，人家还有事儿做呢，上班呢，还有孩子家庭，你就不要天天讲那些酸酸苦苦背锅的故事了，不要说了，说多了你自己也难过，对不对？我送你一台念佛机，这就一般性的那个，你在家没事儿啊，你就听佛号念佛，以免你终日胡思乱想。 你就听这个佛号给你作伴吧。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信仰某某教的表姐在电话中抱怨：“念佛机是家中死人才念的，我妈心情已经不好了，听了会更不好。”这是一般人误误解啊，我们家念佛机天天唱着呢，你们家念佛机是不是都有念佛机啊？念佛机给活人听的啊？这这是民间的误解，认为念佛机啊是死人才念的，不是这回事儿。 说明我们平常念佛念的少，一死人才请人去念，所以给人一个种条件反射，念佛机是死人念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念佛机是平时平时就要念的。不过另一方面也感觉到呢，阿弥陀佛好像跟我们这个死亡往生有关。我妈心情已经不好了，她怎么能心情好呢？一辈子那么苦，她听了会更不好。我安慰姑妈，哎，你看这个进修啊，挺会安慰的，说没关系。 他们也没常回来，你还是跟着念，因为这两个女儿，他们就来送一顿饭嘛，送一顿饭，他听到一两句他就走了。其实，因为他清亲某某教，这样呢，他也就没有关掉念,念佛机，他还有一个。你说他念多少，两个女儿也不赞成，所以大概也没念多少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念佛机啊，总之心里边播了一个种子啊，有一点安慰啊，就是渐渐的安安定一些。到了二零零六年五月份，我父亲因病过世。 姑妈前来吊唁，还好这次没赶出去。啊，父亲母亲死的时候都不能回来，这个弟弟了他来了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你爸爸人这么好，怎么先死了？我这么歹命，应该我先死才对呀、啊！还用头撞击棺木，就想死。我拉着姑妈说：“姑妈，我爸不是死了，他是去极乐世界了。他在极乐世界等我们呢。”姑妈不相信。 哪呀、啊？他当然他没听过佛法、啊，那极乐世界等我呢，他不相信的。我认真劝说姑妈，我送给你我师傅念的念佛机，也就是上人啊。虽然那个念佛机就调子比较好念，以前那个念佛机是唱的，他可能也唱不来，年纪大。说这个调子啊比较好念，我爸爸生病的期间呢，都跟着念，算是我爸送给你的纪念物。只要你也跟着念佛。 临终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就会出现，我爸爸呢也会跟随着来接你去极乐世界。姑妈一听，很高兴的说：“哎，那好，那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跟你爸在一起啊。”这是、呃、兄妹感情，这个姐弟感情啊，让他那好，他心里一个安慰。所以你说他懂多少佛法？他所有的佛法就这么多。哈，从此呢，姑妈。 早晚虔诚的念佛不断，这才开始真正念佛了。因为想念他的弟弟啊。第三段书生的往生，这样就到了念了三年。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起，记住这个日子啊，十一月，也就是往生前一个月，他十八十二月八号往生的。在前一个月啊，姑妈的诸多言行举止。 令常令家属感到困惑。直到姑妈往生后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姑妈早已为自己往生预先在做安排。你看他这种安排啊，真是不一样。他这个人是老实人，一辈子呢也是苦恼人。我们往往有些人呢，有些人念佛，他一辈子张扬的很。哎呀，我念佛啊，精进修行啊，然后他也临终安排，往往都是假的，啊，我什么时候临终实质了？ 有的人就死了好几回，我们鲜花都抱了好几次去了，眼睛盯盯盯盯一次也不走，盯二次不走，在家没人相信他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心不实在，漂浮，希望自己要走的时候也要搞一番热闹，表演给别人看，不灵光的，就要实实在在。姑妈在电话中对我说：“，因为他打电话嘛，打电话在问，他你怎么好久没来了？阿弥陀佛，有来看我，要来接我走了。” 其实也不是好久没来了，也可能两三天没来，他就说好久没来了，因为他有心思，因为阿弥陀来看我了，我要走了，那你们要来，我要告你啊啊，大概有几天没来，他就说好久没来了。由于姑妈怪异的言行，净说些阿弥陀佛也来看他，要带他走之类的话，表姐、表妹以及我都很忧虑怀疑，高龄八十三岁的姑妈是否罹患了老年的痴呆症？ 或者是连关将近，无法抵抗接气；气数将尽，因为到冬天了嘛。我建议表妹啊，带着姑妈到精神科去看诊，说说她脑子是不是老年痴呆症呐、啊？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？说这在老年纪大了，老说这些稀里糊涂的话，你带着去看看吧。经过医生诊断，说精神很正常，呵呵没有犯精神病。那到内科再检查检查。 医生把脉，内科检查说：“哎呀，这没病，就是老了，老了就这样，就是老毛病而已，身体没大问题。”他眼睛闭着说：“说什么呢？我自己没啥样，身体好着呢，干嘛到医院检查呀、啊？白花钱。”但是小孩就带了检查，他也没好气对我说：“是你叫我念佛的，连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。”这人就这样，他讲的话句句是真的。说阿凡多来看我了。 因为经中都说着，他说的话都是经经典讲的话。经典怎么说啊？你念佛之人，阿弥陀佛跟观世音大士至常来常来至此行人之所，常常来来看你。所以他就说阿弥陀佛来看我了，他要接我走了。你叫我念佛的，我都告诉你，你都不相信，<laughs> 那还有谁相信啊？所以你看看这个秀妹那个时候，大概信佛信的也不咋地，他也不相信。 他挠摸摸说：“你是不是发烧啊。”所以，我们平常嘴巴讲说：“哎呀，相信阿弥陀临终来迎，真正来迎接了，接到姑妈了。”他说：“他得老年痴呆症了，或者说是年关将近，过不了节气了，他都不相信。”这就是佛，你说他不相信吧？就像阿难一样的，阿难到临终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，阿难就是心给魔障住了，他都不知道问，不知道请佛注释，大概这个。 呃，阿秀呢？呃，进秀啊，他自己心中那时候他自己怎么也就想不起来？就这个叫天机不可泄露。总之，别人看不出来。他这个网上的特别殊胜。因为他是个老实人。如果大家都相信了，来了呼呼的大又一大阵子，不会出现这样的事的。可能是阿弥陀善巧安排。这是第一件哈，你看奇特，所以家里没人把他当真。他说话人家也不当真事儿。 姑妈呢也要求表妹买新袜、新鞋给她。那么好、啊、买吧，那表妹买的是新皮鞋，一般在这买新鞋嘛，皮鞋比较好，比较贵，给她买一双。姑妈不满意，你手一摸皮鞋不满意，为什么不满意呢？因为她念佛了，心清净了，知道这这跟杀生相关。另外呢，这个可能比较洋气。又要求我说你你妹妹买那双不好。 你因为这个进秀是信佛的，大概跟他比较相投，要求我帮他买一双呢布做的包鞋。这个可能是一个是风俗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哈，就是也从小大概穿布鞋、布包的、布做的包鞋。我心想啊，姑妈眼盲又罹患糖尿病多年，在家只能是穿袜子走动，他买布鞋做什么呢？但是呢，我还是买了一双绣花的布鞋。 让弟弟送去，老年人嘛，要什么？不过一双布鞋而已，还是买一双好看的，绣花的送去吧。绣的大个上面绣的大莲花，我估计是，哈哈，脚踏莲花步步生啊。然绣的是不是莲花，搞不清。姑妈触摸着鞋面的绣花，说：“嗯，这双就对了。”他这个摸了以后，他心里都有底儿的，就是嗯，这双就对了。我死时候就穿这个，这双我穿的好。 他还不能穿皮鞋去见阿弥陀佛啊，要穿个布鞋，比较不杀生，比较清净，而且还绣花，好看。某日，姑妈对表妹说：“这个时间也不长啊，十一月份到十二月八日这期间，一个是经常说这期间你看做了几件事哈、啊，一个到医院检查，检查精神科又检查内科，就跑两天了，又跟人家讲这些事说好久不来了，这就过了好几天了。” 然后呢，又要买鞋，又花了一两天了。买完鞋，我他也不满意啊，哎，这一天买一双，又要花了两天。你跟他讲啊，你拿出那件我最喜欢的衣服，放在我床边，免得我要走的时候呢找不到。表妹也一言，找出母亲嘱咐的衣服，放置床边。 只要相信嘛，他也不相信，反正老年人说了，我就找来，好好,好,好跌了，好好的放窗边，摸好了、啊、就在这儿啊。所以，这也安排一件事儿了，这里安排的很妥帖。你衣服放旁边，放边上，这心里早就准备好了。走的时候我再穿上，如果放柜子里边，他找还不方便嘛啊，毕竟眼睛失明啊。第五件，姑妈急切的催促居住在高雄的表哥回来看他。并说。 如果不回来啊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他说的很有素的，很有底儿。再安排第五件事当厨师的表哥啊，由于年底喜宴订桌的数量激增，无法抽身返家，大概到十一月底月、十二月啊回不来。姑妈呢，只好再请我妈打电话催促。 你这这再打电话叫他来，所以这安排的事儿，这这第五件、第六件了。到十二月六日，表哥带着即将结婚的儿子返家，顺道呢送喜帖。姑妈对表哥说：“阿弥陀佛要带我走了，我有交代你妹妹，准备我要穿的一套衣服放在床边。”表哥说：“啊，你自己会不会穿？” 姑妈说我会，又说我走后要火化，骨灰呢与我弟弟放在一起，这个安排第六件事了啊。第七件事我的房子要过给你小妹，她的房子不是那个第四任大夫买给她的吗？那我死了，我房子呢，你安排房产给你小妹，你小妹啊以及她的孩子很照顾我，现金还剩下一点钱。 给你大妹，你看他讲话很有分寸的，说的很好。你呀、啊，从小由你舅舅带大，呃，就是静秀的父呃，爷,爷父亲。你从小是由舅舅带大的，和我呢关系没有妹妹那样亲近。你看他这两个妹妹，其实家长二不是他亲生的，他这个儿，也就是静秀的这个表哥啊，是他亲生的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是她第二任丈夫带了，一个第三任丈夫带了，但是她都没有给她亲生儿子，她给这两位，她心还是很平等的。你呢？从小啊，只有舅舅带大的，跟我的关系没有妹妹那样亲近，希望你不要计较。啊，当然她也就不计较，也不会计较的哈、啊。就是老人你看安排的很妥帖，不要为了这个事儿弄的关系还不好，那就讲很清楚。我我房子给小妹，钱给大妹，你那就算了，你就不要计较了。 一同随表哥返家的表侄，也就姑妈的长孙，将于十二月底结婚。很开怀地对姑妈说：“阿妈，我结婚的时候给你让给你做大辈。”他这一辈子啊都没有受人家尊重过，这结婚给他做大辈啊，他是老长辈啊啊，那那可以做最这个、呃、前面那个高辈啊，很尊重他了。哈哈，我更大的辈子在极乐世界做了呢哈哈，那阿弥陀请他做大辈了。 他说：“他说什么呢？来不及了，我要跟阿米多走了。你结婚的时候我会来看你的，因为他走是十二月八号嘛，他结婚十二月底，他说你结婚了我会来看你的。”表嫂得知这些对话以后，有些不满，认为儿子将要结婚，家中有喜事说这些话不吉利，会带来霉运。这人就是，这就是迷信哈。 他要到净土成佛做菩萨去了。菩萨来看你儿子，你还就不知道多大的福报啊！他觉得说，爱人死了死了来,来看我儿是倒霉。这就是世间啊，世间人就没有智慧。观音菩萨来看你儿子，你不要增挣多大福报、啊。十二月八日早晨，我上班时接到表妹来电。表妹来电怎么说呢？上班你看，就是六号到八号。 这不就才隔一天多吗？两天到早晨才隔一天多，他安排的非常的紧凑。上班啊，跟以往一样，先送食物到妈妈家。他先送吃的去啊，跟以前一样啊。发现妈妈穿着他所交代的衣服，躺在床上没气儿了。我交代他说那里别动啊，别移动，并且吩咐眷属呢，都要跟着念佛机念佛。我立即赶到。 但他表妹说什么？我是信某某教的耶，意思说，呃，他不好念佛。我说，信某某教不拿香，念这句佛也没拿香，没关系啦，你就多念，哎，挺好的，他挺有智慧的。说信某某教不拿香的，念这个佛没拿香，没关系，你就这念嘛。以后我们我们也学会了啊。当我赶到的时候啊，看到眼前的景象，不禁感动而泣。他也看到说，哎呀，原来我妈、我姑妈讲的这一段。 这这这一个多月给我们讲的都是真的，句句都真。他怎么样呢？姑妈头发梳理整齐，身穿那件漂亮的衣服，手拿着我送给她的念珠，紧靠胸前，脚上穿着新袜子以及绣花的布鞋，面容安详，躺在床上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姑妈说的都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闻声现前。 接引他到极乐世界，与我父亲团聚了。恐怕他的弟弟也来跟观音菩萨一道来接他了。下面这一段呢，啊，也是做一个说明。你看他走的怎么样？在家眷大小都对他的行为表示困惑不解的时候，啊，就觉得他得精神头不好啊。 是不是快死了？过不了节气啊！说胡话疯话，都不愿人理解他。只有姑妈心里对阿弥陀佛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因为他的心跟佛是相通的。你们都说了、啊、精神病，他心里面才知道，他不怎么是精神病。我佛来接我了，这是佛亲自告诉我的。你们他都没说，其实大家我们是自以为正常的人，反而颠倒糊涂了着。这他心里边被别人。 他表面被别人看着颠颠倒，其实他心里面明白着呢，跟佛是，呃，完全通着，所以他当然对佛信念坚定呢、啊、在大家都认为他患了老年痴呆、疯言疯语的时候，只有姑妈自己知道阿弥陀佛常在身边，他呢是神智清楚，说如所见，是真语实语者，啊，都以为他讲的话不真，他自己才知道。 所以，你看，有的时候，你的真理怎么跟别人说呢？说了没人知道，没人相信。连阿秀、这个静秀，你告我念佛，你都不相信。你看你，当大家都认为他行为古怪的时候，只有姑妈自己知道，他是在整理最后的行装，就要随佛前往净土。他安排一件事一件事。所以，《论语》里面说：“人不知而己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 没人知道他，没人理解他，啊！但是他也没有脾气啊，讲也讲不通，他心里面很快乐。我准备你，我准备什么事我得安排好啊。在无人理解、无人知差的情况下，姑妈安排好一切的后事，备办好一切行装，自己穿上了最漂亮的服装，梳妆打扮整齐，她要以最庄严的形象。 静候阿弥陀佛的最后迎接，你想容易吗？年轻人做到这样都不容易，何况老年人？有眼睛做的都不容易，何况失明的人？健康人做的都不容易，何况是一个临终的人？哎呀，你说你那么容易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头发梳的好好的，整整齐齐的，啊、哎，衣服那最好的衣服穿上，鞋啊，袜一件件套好，手珠拿着，念珠，哎，放那、哎、躺那地方。 这像做戏呀、啊，这是演戏呀、啊，导演呐、啊。这最后一个导演，最后这场戏从七十岁，从他八十岁开始，二零零零年开始，导演换了，换为阿弥陀佛做导演了，所以生命就改变了。前面的日子都是他自己做导演的，所以嫁了四任丈夫，离了四任。那么在最后呢，这改变了。就这些，你说你装能装得出来吗？谁不想的，死的时候走得好一点啊？ 说生无病苦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你看他多自在，没有人助念，没有人探视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很多人念佛念多年啊，怕不放心，说：“哎呀，那个搞个助念团，到时候来个帮我帮一下忙。”他有人助念吗？也没人探视。他专门搞一个晚上，因为白天人家送饭来，他他不选白天，晚上没人来。 甚至没有人认同理解，我这个盲眼的疯老婆子今晚就要随佛前往净土了。我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我想，这一定是姑妈最后的心声。没人理解她，她心里边自己高兴乐着呢。哎，没人理解，没人算了。她选的日子就是晚上，我就晚上自己悄悄走。不过，姑妈并没有所谓助念的概念，她也不懂得佛法，也没有到。 这个就是后来人教的啊，他哪有这个助念的概念呢？他的随佛前往是自然而然的。终于，在寂寞的冬夜，娑婆亦无人知的情况下，整个娑婆世界有七十亿人口，谁知道他要走啊？没人知道。在这个三界当中，不要说七十亿人口不知道，连妖王都不知道。他就悄悄地从三界这个黑暗的城堡里边，被阿弥都接引走了。 阿弥陀佛，协助大菩萨海会圣众来到姑妈的身边，将盲眼姑妈迎归净土。其仪式一定是轰轰烈烈，震动法界，但又悄然无声，毫无惊动，一切凡夫不知不觉。唯有念佛者与佛同在，唯有与佛同在者，有万人不憾之友就说、是、一万个人，全地球的人都不了解，都不认同，啊，都不理解。 都说二疯子，他心中勇敢着呢，他心中清楚着，透明着，清醒着。我的盲眼老姑妈正是如此，令人深深敬仰，也令人深深惭愧。令人敬仰倒不用说，啊，他就那样。为什么令人惭愧呀、啊？我们自己都在，都做不到他这样，啊。虽然我晚到的念佛，对姑妈的往生犹如马后炮，因为他是第二天早上才念佛，那用不着了呀。 你、yeah, 他早就已经搞得好好的，端端正正去往生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深深不停地念着，在这一声佛号当中，方能与姑妈神会默契。因为他已经走了，怎么跟他沟通感应，就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家眷大大小小也都齐跪在床前，跟随着念佛机高声念佛。这个时候一定很庄严的，很感动的。平常信某某教的不念佛，这个、时候也都念佛了，因为在这种。 这种庄严的往生，它的余波余韵的这个感感召下，让你不得不这个心归阿弥陀佛的慈悲。尤其是呢，我的表妹以及表姐夫念佛声音特别大，助念直到往生后十二小时，其实也就是开了场念佛的法会。姑妈一生是悲苦的，从小被送出门，远离父母。 离婚，返回娘家，再次被赶出门，乃至父母去世也不得入门送终。一生嫁了四任丈夫，一个嗜赌离异，一个车祸身亡，一个矿难而死，一个暴病先卒。生养五个儿女，两个青女自小被卖，两个剩养女身父早亡。 一个亲子不随己长，晚景是一生多病，多年双目失明。这与他一辈子，他一辈子数数字就用这几个数字来说明：四任丈夫，五个儿子，两个卖掉，两个父亲早死，一个不能在自己身边。然后呢，从小被赶出去，父亲走，母亲走，不能送送葬，不能回家，在在。 所以他的一生啊，可以讲，在父母这一方面，在丈夫这一方面，在子女这一方面，在自身的这个健康，所有这一方面，都有很大的缺陷和不幸，都是人生是非常，呃，苦恼的。我想我们一般人都比他强得多得多。这这像他这种情况，你摊到一个，就够你难过的了。 你摊到一件事你就是讲人生很不幸的。何况他件件都摊上，幸好有一个弟弟护惜他、照顾他。他最终的转机，都是引入到佛门当中。姑妈不识字，没有皈依，也没有吃素，他啥也没有，在佛门里有什么修行啊？啥也没有。 讲智慧，讲精进，讲、哎、什么都谈不上。他念佛的动机，只是单纯的想见思念已久的弟弟，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有发菩提心吗？没有。对这句佛号的意义并不了解，但却因名号不可思议的大愿功德力，得生极乐世界，不断圆满了他的心愿，而且永超生死，快速成佛。 姑妈的往生足证，念佛法门是如何的简单易行而又殊胜。此引述两则法语作为本门的本门的结语，以及我对姑妈预知实质的感怀。啊，静修引用这两段，第一段就是这两段呢，是他自己，呃，原文里面就有的。比无碍光如来名号，能破众生一切无名。 能满众生一切志愿。这唐然大师往生入的话，用在这个盲眼老人赖秀妹的身上啊，是很贴切的。阿弥陀佛是无外光，他眼睛好像瞎了，但是却在他心里边非常明亮，所以破众生一切无明。不光是我们这个肉眼，尤其是心眼、信心啊，满他一些志愿，他终于呢。 脱离了悲苦的人生，到了净土。名号为因，光明为缘，如种子雨露，落众生是田。名号为音就是你听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种到我们心里去了，你念佛，佛的光明那就照耀你，这是缘分。就是念佛，佛号像种子，光明的像雨露，落在众生我们的心里边新石田当中，生信受之芽，长专称之精 啊，他也就在这一生一世念佛当中，随旧行立性，他也没有谈什么教理那么多，没人跟他讲话，得往生之果。最终呢，殊胜的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。好，今天上午呢，我们先就把这个故事啊分享到这里。接下来呢，我写了一个相当长的暗语，我们下一节课啊再跟大家说。